好，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来讲这个中职教师的培训的研习营的第一堂课。透过这三小时，我们先教各位学员，一部电影到底应该怎么看？影像教育扎根计划为什么已经不断的文化部，从以前文件会、新闻局时代，然后做到现在文化部，其实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影像教育非常非常的落后。就是从这几年才开始，那一方面可能很多老师大概在大学，甚至那时候有些老师上是那时候的大学同时是没有影像教育课程的，即使像我自己在东海，我自己在东海交通室，我也是东海第一次才东海一直到前年才开办通识才有影像美学的课程。影像教育应该是介于作者跟观众之间，就是影像教育应该是介于作者跟观众之间，然后协助观众。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就协助你的学生去理解那个作者。因为你只有三小时，我就用一个比较及时，就是比较速食的方式哦，让大家能够你看到一部电影的话，你要怎么去跟学生讨论这部电影可以从哪里开始？那像教育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那个作品道德化。什么叫做不要把那个作品道德化？就是好像大部分的老师在，就是如果不是。比较不是影像专业的老师在上电影的课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是从这个故事中要找到一些 lesson， 我指的就是一些道德教训，比如说要孝顺父母，然后要这个不是老师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整个华人环境整体教育环境所造就的。那可能变成你要如何，你放完这部电影之后，就是告诉同学说，所以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不准偷窃，然后不准怎么样，大概都是找。可是那些东西其实跟这是一部好电影或坏电影无关，这部电影它有没有它的美学也无关哦啊，所以呢，我们就各位学员如果有兴趣，你希望能够以后跟学生有一些影像教育沟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重点，其实影像教育其实我一直觉得是在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对美的感受力。他看到一个画面，他可能会心生疑惑说，为什么这个画面都不说话？都没有台词，因为台湾观众其实对于台词的要求，台湾观众不只要求一定要有台词，还要求一定要有字幕。哦，那可是呢，其实在国外，我们当初在国外，其实一去上课，一去修课，最大的冲击就是教授说，他觉得他最受不了就是华人看电影都一定要有字幕。哦，那老外其实非常痛恨字幕，因为他们觉得字幕是破坏美感的，那个字幕放在那里是让那个。字幕那个画面的干净度就被玷污了，这样子。哦，那所以呢，我们国人其实对所谓的影像美学，整个美的鉴赏力哦，其实是落后其他西方思维还蛮多的。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推行影像教育，其实就是希望帮大家，让大家对美的感受力能够多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对美的知识哦，就是这样传承下去。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前言。电影哦，电影它有几个英文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哦。就以前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是用这个字，也叫 moving image， 移动的影像。那你如果看电影的，你如果看很多电影公司哦，他们都叫 motion picture，motion 是动作 ，picture 是照片。安娜菲林现在已经是一个快绝种的字，为什么？因为现在电影已经都不是胶卷了，已经都不是用胶卷拍的了。哦，那我们最常看到的英文字母是 movie 哦，安娜在法文是 cinema。那这些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些都是电影，它在不同的意义上、不同的名词、不同的用意，可是它都是电影。哦，电影到底是什么呢？电影它其实是一种视觉暂留原理。哦，然后所形成的，以前人家不是会在那字典上面啊，然后画很多分解图，然后你不断的去翻的时候，它就好像在做体操。那这个都是影像的最基础的一个那个是透过视觉暂留的原理，然后就让那个电影它成为动态的影像。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电影叫做移动的照片？移动的照片就是其实电影它那个你看起来会动的影像，它绝对不是自己动起来，它其实是透过一张一张的方式，然后把它连续播放的。哦，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大家可以说动画会动的话，动画它其实就是影像的一个最基础的开始。
的起源这样子。那比较接近电影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872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摄影师叫做爱德华·莫布里奇。那他花了6年时间在研发，最后他就想到用12台摄影机，而且那12台摄影机是因为马一跑过去会有一条线就牵动，然后那12台摄影机就会像我们现在数位里不是可以用几连拍、5连拍、10连拍、15连拍这样，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这样。然后这12张就会依序就通通，就是马一动，然后继续跑的时候就是连12张分解动作。哦，那所以他就完成任务，所以他后来又创造了用24台相机测试。哦，就是等于24连拍，哦，在那个年代，大家现在10几连拍都已经大家拍到不要再拍了。可是，在1872年，哦，从1878年从12连拍到24连拍，这是一个在摄影跟影像上面的一个很大的迈向很大的一步。那所以呢，12跟24啊，后来也就定了往后动画及电影它的一个视觉占有的基础。那到1880年哦，这位摄影师更厉害的是，他成功就制出一个由真实照片组成的动物实验镜。那个动物实验镜就是看右下角那样有没有？哦，就是他把那12连拍或24连拍的照片哦，就把它变成他就会把它画，就是让它转动啊，然后让它转动就会变成，其实也就是变成像动画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哦，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早期在电影还没发明之前哦，其实许多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发明创造力非常蓬勃旺盛的年代。那法国人有一位叫做 Louis de Prince， 我们可以称他为王子先生哦。他那时候他拍出了一个可以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影像，尽管很多人觉得那个称不上影像，而且他是用单镜头相机拍摄的。那下面就是这台单镜头相机，大家可以看到它有2卷。这种胶卷底片，然后总之呢，他就很厉害的透过这个影像，然后透过这一台相机，然后居然能够拍出动态的影像哦，因为他自己有一些设计，然后那动态影像只有2.1秒而已。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动态的影像，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虽然很多人觉得那个称不上是影像。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世界最早的影像，就是这样而已。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不断的重复播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那个2.1秒就这样子哦？就是一个人走过去，那部短片叫做《花园一角》，就是刚刚那位摄影师王子先生他在他们岳母家拍的哦。然后就是一个人这样走过去，这样2秒嘛，你算一二，它是不断的重播。那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动态影像，哦，然后你会想说那到底在干嘛？它到底是什么？哦，它其实因为毕竟它其实只是一个把很多照片把照片透以动态的方式来显示而已哦。因为刚刚那些哦，就是无论是那个马的分解动作啊，或者是那个花园一角，就是一个男生从花园的左边走到右边这样子一个2.1秒，那些都是电影还没诞生之前，许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尝试去记录下那些动态的影像，哦，去完成一个让影像动起来。但是呢，到1888到1991年的时候，爱迪生他团队他发明了一台叫 kinetoscope， 哦，我们有那时候也有人称它为西洋镜啊，哦，最早那时候爱迪生其实他不只是发明大王，爱迪生很会赚钱，哦，他那时候他发明这一台，大家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像显微镜？哦，那时候你就是透过这台，那里面的，它左图是它的一个内视图哦，然后就是那早期看电影，人家说，哎，我去看电影是这样看的，就是你像右边这个人这样子哦，然后他就看里头啊，那里头爱迪生很聪明的时候，他还会把那些留声机结合，这样子你就有声音，因为早期那些就算有影像，黑白影像也都是默片嘛。哦，那爱迪生就很会想这些花招哦。然后那时候他1894年的时候 ，kinetoscope 就在纽约公开商业放映，然后大家买票进场就是可能放10台 kinetoscope， 然后一次10个人入场看一看，然后再换下一批。哦，那这些你很难说它就是电影啊，这些都是电影诞生之前类似电影的一些发明这样子哦。
但是呢，爱迪生他发明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电影的形式了，哦，已经非常接近电影的形式。他甚至还懂得要让他有配乐这样子，哦，因为爱迪生也发明留声机嘛。那到底我们刚刚介绍那么多之后，电影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电影诞生的电影之父是谁呢？哦，就是法国的卢米埃兄弟。法国的卢米埃兄弟，那他们其实这对兄弟，他们出生欧洲最大制造摄影感光板的家族。那他其实他就是将摄影、冲印跟放映三个功能哦合而为一，发明了一台叫做活动电影机哦，然后有的称为电影摄影机。你看 cinema 就是法文的电影啊，它后面另外一个字根是 photographer 的哦，就是所以就是电影加照相这样，有没有哦？他拍摄、冲洗、放映三合一的机器 ，cinematography， 哦，就是这样一台机器，是卢米埃兄弟发明的。那卢米埃兄弟哦，他们在1895年的时候，1895年12月28日，我们就会称为是电影的生日。电影今年已经120岁了哦。那我们来放一下电影，1895年那时候。两支非常重要的短片哦，然后诶应该放三支好了，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它其实牵涉到电影的美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哦，那刚刚我们回顾一下，刚刚放了三支短片哦。第一支叫做《工厂下班》，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是一个下班的一个场景？哦，那第二支是叫《园丁浇水》，哦，就是一个老园丁要浇水，然后一个小孩一个顽童好像要闹他。那第三支短片是叫《火车进站》，也就是最有名的。那我来问一下各位学员，那三支你觉得哪一支比较不一样？园丁浇水了，为什么呢？其实那三支短片，它在1895年，我们公认卢米埃是电影之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卢米埃他所发明的这台机器，最接近我们现在对电影的一个定义。因为爱迪生那时候的那个机器是一个人只能自己看自己的机器，有没有？
可是努米埃他那台，他是一台机器在那里尬来尬来，就这样放映，然后现场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为什么电影的生日是1895年12月28日？为什么？因为12月28日，他其实3月都有公开放映过，可是是一个比较内部的社团的。那12月28日，他在那个咖啡厅放映的时候，就很多不特定的群众一起来参加。那就像我们现在进电影院，因为对我们来说，虽然现在看电影已经不限于进电影院，你可以在手机萤幕，可以在各个地方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电影。可是对我们来说，进电影院仍然是一个看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仪式。那他在1895年12月28日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观影的场域，就奠定了我们日后对电影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哦，所以呢。然后有趣的是，他那时候早期拍摄的这些短片哦，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就是大家你看看刚刚那三支短片，我说最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是园丁浇水？大家可以想一下理由在哪里？答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虚构性的。虽然他那个园丁是真的园丁，哦，然后那个顽童也是真的顽童，不是说找一个女孩去演顽童，或者找一个老板去演园丁，不是这样子。哦，他其实，在那时候电影刚成立，就是刚发明之初，卢米埃兄弟他们对电影，他们只把电影当成会活动的照片这样，所以他们拍摄，比如说，我去拍火车进站，我去拍工人下班，那就他们家的工。他们家的工人，他们家的工厂，哦，那可是那些都是真实的，但是他们拍着拍着，他们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有点，那到底要拍什么？哦，然后就开始想说，好像可以找人家演一些滑稽的戏剧。他就把那个景框，就是你那个要拍，你那台机器要去拍摄的那个景框，就当成一个舞台，然后去让那些其实他们不是专业演的人。好像去有一点点去演出，但是又跟他们的真实不会差距太远，哦，所以呢，电影从那时候就走向另外一个分界线了，真实与虚构，电影就慢慢的从真实，然后慢慢的去走向一个虚构的戏剧性的冲突性的世界。从卢米埃开始，像我们刚刚看《花园一角》，就是那个我说一个人从左边到右边，他对影像的掌握力或构图或美感，基本上还是很随意的。但是从卢米埃开始，你看他把他们这个门，他左边跟右边还有一条黄金的切割线，哦，然后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哦，然后他安排他们家的那些工人要出场，因为他要记录要拍摄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跟工人讲说，等一下走出来的时候啊，要有点乱，不能太乱，有点秩序又不能太有秩序，哦，因为他们他希望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工人本身下班时候的那种拥挤，但是又有一种愉悦的状态，他希望如实的去传达出来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电影，我们刚刚说动画是电影的源头，那纪录片其实也是电影的源头，因为电影其实一开始是记录真实影像的，要表达一种最真实的感受。在当时，卢米埃他们还是以拍照片的方式来构图来取景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展现了一支短片最基本的一个影像美学，48秒，然后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影像美学。甚至刚刚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有些功能出来，还有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拉了对方一把，然后有狗也跑出来什么之类的。哦，那所以呢，这就是最基本的。等一下我会讲到的影像美学的场面调度。哦，这就是一个最基本。即使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在拍纪录片，你要求的是最达到真实，可是你那个画面还是要有一些掌控性。哦，要不然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取景、去构图的话，有时候那些画面就杂乱无章，连基本的美感都没有的时候，那大家根本就看不下去。哦，因为我们看影像还是希望追求的是一个美丽的事物啊。当年这一支短片。放映的时候，坐在前排的观众都以为火车要冲过来，大家就吓到了。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愚昧、很不可及，可是那是真的吗？就早年其实连美国，像后来那个，比如说广播不是有曾经说过，
有奥森威尔斯，他就是一个导演，他在弄广播剧，他等于说火星人要进攻，那时候人家听广播就以为是真的。哦，那其实我们现在看电视台，电视台在胡乱做一些假新闻，我们有时候也还是会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比古人更聪明多少，更睿智多少，只是那个就是随着时代改变，我们被骗的那个程度不一样罢了。哦，那可是呢，无论是影像或广播或电视或网络媒介，不断的都有一些假的议题不断出现，然后就让我们有时候首当其冲，我们少了没有去思考一下当下的反应，就是被吓到了。那当初这部短片，它创造了一个，因为之前卢米埃兄弟他们拍的短片，大部分就是我来拍你们这样，有一点你会动，可是你在我面前动。可是当今天这个影像是忽然间一个庞然巨物从无到有，从远方然后直接进，然后它对你的观影视觉产生一个压迫性，产生一种压迫性的时候，哦，它就带来了电影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娱乐，你一种有点被吓到，但是又有点爽，哦，就会觉得哎，那种被压迫，然后会有点害怕，又很期待，会不会真的压到我的那种感觉？真好，云霄飞车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惊险的事物，其实透过这个影像，在我们现在看来就觉得很平凡无奇了。那这就是电影。其实我觉得电影哦，从卢米埃到现在最新的朱莉《侏罗纪公园》哦，那它其实就是在一种真实跟虚构之间摆荡，在真实跟虚构之间。卢米埃他当年他所强调的就是真实，我就是把真实的动作。人家如何动作，哦，然后把它用影像的方式去记录下来。可是到了现在，我们是在创造真实，尽管我们创造都是虚假的东西，可是我们要透过最新的科技把它做得栩栩如生，然后就算是完全是胡乱的事物，就是不可能的那种光速飞行，我们也要让你觉得那是真的。哦，所以，哦，我觉得电影它其实就是一种魔术，一种幻术，然后它不断的用以假乱真。那好的电影就是以假乱真能够成功说服你，啊，不好的电影就是你看完之后就觉得这青菜随便胡乱拍一拍，然后没什么说服力可言。电影呢，我觉得它就是反映现实，然后也是逃离现实。它要创造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大家其实去戏院看电影就是希望去做一场梦，哦，然后你不可能攀上高帅富，然后去看你的那个好莱坞的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哦，也逃离一下做个梦也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接下来的两小时，我们就进入一个比较那个真正的分析电影的一个电影要如何去分析它，哦，的一个课程，哦，然后我们先放一部短片好了。你好像弹得不错，哎。哎呦，我……哎，没关系，没关系，继续弹啊！你不用管我，你继续弹。你要把声音放出来，我才听得到啊。弹啊弹。
要不要吃面？不用，谢谢。你是 Rock 哦？那你会不会弹那个情人的黄衬衫？不会。没有，不懂。站长。不会。没关系呀，继续弹。出来了，来，快点！啊？你穿上看合不合身？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我前夫的啊，他以前是吉他手哎 ，Rock。哎呀，赶快来，赶快先换看看啦、啊。哦。看合不合身啦、啊，快点。哦好了 ，Rock Rock， 情人的黄衬衫。在他身上更显出美丽大方我的他玲珑可爱又加上温柔端庄说不出多惹人爱说不出令人遐想啊我心中的太阳也是我心中的月亮啊我心中的星光永远永远在我心上这一件黄颜色的衬衫，黄衬衫在他身上更显出美丽大方。
什么事啊？所以那个年轻人呢？啊，他不做啦。他去哪里啊？不知道。你会弹吉他吗？弹吉他、啊？嗯。我会吹哨子。嗯，可以吗？永远，永远在他身旁。小时候学作文都说了嘛，作文要有起承转合。这部电影就有一个很非常结构严谨的起承转合，这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常说电影它的结构好不好？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范本式的结构。它的结构用什么？四个晚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们要看一部电影。有些电影会用春夏秋冬，那有些人可能会用十年，哦，1981、1982这样，就是那就是一个有些电影他们喜欢用 chapter 的概念，就是章节体的概念。那这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章节体，但它就是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而且都是晚上。哦，所以如果各位老师，如果你看电影一开始要去跟学生赏析的时候，其实先抓住这部电影它的一个章节。其实当然不一定每部电影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每位导演有各自喜爱的方式。哦，那也许他先到第三天，然后再回到第一天都有可能。那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一支来做教学？是因为这一支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然后没有炫技，很扎实的一个范本，然后就一二三四。可是那个一二三四就会让你觉得一目了然，就像我们写作文。哦，然后他就刚好四个晚上就是起承转合，哦，那起跟合都非常非常的短，重点是承跟转。哦，那他整个故事就，整个故事最有趣的是，第一他都是晚上，第二故事就只有一个那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社区那种的那个等于是他的入口处的一个警卫亭这样缩紧。所有人都会经过，社区居民出入会经过这样子，那所以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警卫亭的内跟外，哦，那有时候他们会从里头走到外头这样子，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哦，那我们要看电影哦，其实各位老师可以要去分析一部电影，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抓住人事、时、地、物跟因果关系。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阿尚跟那个警卫两个人之间好像互相激发对方。那个阿尚是不是有喜欢上那个警卫？我们不太确定。他是不是要把他塑造成他前夫的样子？我们也不太确定。我觉得电影哦，最有趣的就是，其实就是留了很多白让你去想象。电影是一个艺术作品哦，毕卡索。他会告诉你说，达文西，他会告诉你说，蒙娜丽莎到底在笑什么吗？啊，毕卡索会告诉你，他里头那些画面，他里头有什么宗教，或者他对于什么独裁政权的期待，那些法兰克斯基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讽刺或什么吗？他不会告诉你，他是要让你去想的。贝多芬他的音乐，他会告诉你说他里头要反什么，或者有什么控诉什么东西吗？通常是不会。艺术作品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它可以让你有多重解读的空间。分析电影哦，从形式和风格开始。那你用一个人体来比喻的话，我们人的内在就有一副骨骼的架构，有没有？那副骨骼的架构，你说那个骨骼的架构，它是跟我们人外在的皮肤那些是分开的吗？绝对不是，因为它骨肉相连嘛。啊，那你用一个人骨头，我们从骨头然后到四肢这样，这个骨骼就是躯干，就是构成一个人的一个架
的一个内在最重要的一个架构，可是你它又不完全是内在，因为它其实跟外在这些全部都是紧密相连的、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结构性的。所以呢，什么叫做电影的形式，你就用人体的骨骼来想。那风格呢，风格在电影大家比较没有问题，就是场面调度、摄影、剪接、声音。等一下我们会针对场面调度跟剪接这两个电影非常重要的元素再去解说。所以风格既然我们说用人体来讲的话，形式就是一个骨架的话，那风格是什么？肤发血、肤发皮，就皮肤啊、头发啊、五官啊这一些你外在看到的。那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一部 Rocker， 它的形式是什么？它是叙事性的，当然没错。但它的形式就是它是透，它用四个晚上来作为那部电影的。所谓我们说电影 文章有文体，有起承转合，那电影也有引体。那那个电影的引体其实就是他用四个章节、四个晚上来说一个故事、哦、那四个晚上就是一个故事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架构。叙事的英文叫做 narrative。那叙事就是一连串发生在某段时间某个地点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某段时间某个地点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所以你要搞清楚一部电影在演什么。常常有些人会说看完这部电影他听得懂他们说的话，因为至少不是中文片的话也都有翻译，可是他不晓得他要讲什么。那我觉得看完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去搞清楚它的因果关系。它因果关系不只是一段，有时候是会因果，这个因产生那个果，这个果造就了另外一个因，那个因又去产生另外一个果。电影就是要有好多因果关系，大大小小的因果关系去串起来，每个角色跟角色之间，每个角色要有自己的因果，然后每这个 A 角色跟 B 角色之间又要有相连的因和果，这样子那些角色串起来，要不然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看一部电影就觉得每个角色好像都好像没有什么互动，没什么，那就是他因果关系写的不好啊，或者那些因果关系没有说服力。那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一部，他有些因是有讲清楚，有些没有的。比如说林美秀那个角色，为什么他前夫是指离开他或者死掉，他没有告诉你那个因，所以他只告诉他的果只是让你知道他拿出那些衣服是他前夫的。那林美秀有没有？林美秀一开始是因为先受到张小雪，就是那个警卫的琴声吸引，所以主动去找他攀谈，所以那个琴声就是一个因，然后造就果就是照让他去与他攀谈。但是当他与他攀谈中，他又起了一个因，你会不会谈情人的黄衬衫？那他没告诉你这个因的前因，就是这首歌对他跟他老公之有什么意义，他没告诉你啊。那但是他去问他你会不会弹情人黄衬衫这个音的时候，又造就了张孝全，也就是社区警卫，他回家去练这一首情人的黄衬衫，隔天回报给他听这个果啊。同时他问了情人黄衬衫后，他那一天晚上回家也去找出那一件他老公的衣服，那又是另外一个果。所以一个音就启发了同一个音，同一启发了两个角色各自用不同的果，然后也造成了隔天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哦、所以、哦、电影其实你如果要去分析你看不看这部电影在说什么，其实你可以简单的去把这个故事里重要的角色的因跟果，他们各自的因跟果，以及他们彼此互相关联的因跟果，整个电影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因果这样子、哦、那你看一支短片就可以分析出那么多因跟果。那比如说因为这整个林美秀去启发张孝全的，就是启发他去好像肯定了他的音乐才华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因，造就了张孝全最后辞掉这个工作，在短短一天内辞掉工作，可能是去追逐梦想或干嘛，他没告诉我，那又是一个果，这就是一个大因跟大果，有没有、哦啊、那林美秀他启发完之后他好像没有，有点失落，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他最后他还是笑了，好像看开了、哦、那这又是一个果、哦、所以这部电影好几层的因跟好几层的果，这是你慢慢去分析，你越看就会能够
越想到更多的。短短的一部短片如此，那你看《海角七号》那么多角色，有没有更多的影，更多的光？哦，所以呢，大家往后你如果要去分析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建议你就从人事史地，对不对？其实你看他写某段时间某个地点具有因果关系，那重点就是在因果。好，三幕剧哦，它是古典好莱坞电影里的剧情结构，目前仍是好莱坞最常用的说故事方法。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用三幕剧叙事哦。你看《侏罗纪公园》，然后你看最近上映的《复仇者联盟》，那些通通都是哦。那它为它到它其实三幕剧不是。好莱坞为什么这么成功？作为美国，作为全世界的电影龙头哦，他不是说，哎，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忽然发明了三幕剧。三幕剧其实跟西方的叙事学或神话学有非常，就西方文明，他们其实这个脉络是，就是从，然后从比如说早期那些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奥德赛》《迷航记》啊，那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尤里西斯这一种的，他们其实都是一体，不断的发展下来的。然后发展下来之后，好莱坞他们就把它用比较商业的方式去把它量化。哦，那这是三幕剧哦。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它有一个图表。那可是这些都是建议啦，就是。大家也不要说三幕剧就是真理，三幕剧它绝对不是真理的。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它这个结构是最为贴近人类对于故事与戏剧的原初认知，哦，铺陈，因为它先介绍角色，然后才让你先对角色有认识，然后再让你对这些角色产生认同，然后这些角色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生冲突，开始互相交互作用，你就会被他们牵引，然后最后你会期待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然后那些角色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样循序渐进，你对这个角色的认同，你也连带起认对这个故事有所认同。那如果今天这角色出来，那这些角色都没有去铺陈他们的背景环境，那。可甚至在后面的他们所作所为中也都没有去交代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角色对你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三幕剧的中文图示哦，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哦。那它这个中文写的不一样，布局就是铺陈，抗衡就是冲突，结局就是解决。然后你看第二幕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说我们看那部 Rock， 它其实就是占了第二幕，第二夜跟第三个晚上，这两个晚上就是等于抗衡的这个阶段。然后这里头都要有一些转折点哦，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大众叙事，或者你说通俗故事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结构。所谓的形式跟结构就是这样子，哦，那它是唯一的真理吗？它绝对不是。像蔡明亮现在拍电影已经完全扬弃这种趋势。你说交友是这样的故事吗？绝对不是。哦，那其实艺术创作也是这样，可能一开始就像你一开始可能有很多的理论告诉你要怎么故这个故事要怎么说才说它，可是到最后之后，当你很厉害之后，很多导演有时候他明明知道。欸，我第二幕应该要有抗衡跟作用，可是他决定到中间一半就结束抗衡了。哦，比如说像戏剧考克，他让女主角在故事中间就死掉，那却因为这样也变成一个经典。所以三幕剧没有不是绝对的事情。哦，那所有的故事起承转合，可不可以我讲很多的词？可通常我们起跟合一点点，承跟转讲很久，那可不可以起讲很久？也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把它讲的。让人家觉得原来起可以讲这么久，还这么好，哦，那所以呢，都会变成说，哎，如果你要去走三幕剧的路线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先学好那个三幕剧，把这个故事说得很基本，就是先照范本的样式，然后你说的，你掌握说故事能力后，你再来做变化，那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才华洋溢，就自己创造一个说故事的样貌，那就更好，哦，你就完全不用去学它。可是毕竟对很多影视科系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开始都还是从三幕剧的，因为三幕剧是作为一个编剧法则最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法则。
好，那这个铺陈哦，通常就是要告诉你要交代基本问题，告诉你主角是谁，时空背景与戏剧前提为何，主要的戏剧冲突是什么。那冲突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将它冲突去深化与发展哦，然后主角遭遇越来越多的问题，那解决呢？解决就是告诉你主角经历整个故事之后，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又有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讲的形式，我们大部分在讲它这个作为故事的一个架构，可是在找寻找这个故事的架构之余，我们还要去寻找故事的核心。我们要去寻找故事的核心，那那个核心就是一个母题。母题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哦，就是其实母题它是同整作品的有意义线索，往往重复出现，借以加强美感趣味哲理上的吸引力。比如说魏德胜的《海角七号》跟《赛德克·巴莱》中最重要的母题就是彩虹。那大家想一下，我们刚刚放那部《Rock》最重要的母题是什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间警卫厅啊。哦，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作为那支电影，我说它是一个表演教室的隐喻。那它母题就是作为，哎，那其实你在一个寻常生活的一个场域，它也可以成为培养你，也可以是变成跟你的兴趣或你的艺术天分有所连结的一个场域这样子。哦，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找到其他的，比如说你会觉得那把吉他会不会代表一个去激发出你的表演天分的一个媒介或什么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他的吉他。哦啊，那或者你去找到你说你觉得是那一件那一头假发，让他戴上去，他好像觉得他变成不一样的人。那也许因为母题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对有些导演来说，那个母题有时候会有多重的含义在里头。哦，那个母题可能会有多重含义在里头。那有些导演甚至喜欢用配乐来作为一个母题，每次重要的女主角出现就会放一段配乐，那个配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母题。好，那说这个叙事结构我们就讲到这边哦。叙事结构它其实往往到最后是会变成一个成长的仪式哦。那个成长的仪式就是也就是当故事来到从铺陈到冲突到解决完之后，它可能是一段旅程或一场追逐或一场搜索，或者季节对地扇，可能是春夏秋冬，那可能是四个晚上，那可能是一场，整个故事就是一场追逐，最后终于追到那个人，无论是老公追到他的前妻，或者是警察官兵追到强盗，或者是父母追到逃跑的儿子，或者儿子寻找到失联已久的父母，这样子。那这样一个追逐或旅程或搜索或地上，或者一种圆形或循环结构，就是比如说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然后一年之后那些学生都毕业了，换了一批新的学生来报道，有些故事是这样子，有没有？或者你可以把那老师换成一个球队的教练，有些运动电影就是这样子，一个教练然后来到一间很烂的球队，然后带领他们得到冠军，下最后一个画面就是那群学生走了，然后换了一批新的。哦，那这就是一种结构，那个结构到最后好像变成一个循环，又重新开始。那也是一种结构，这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叙事结构，它的有你并不是说你要说每个故事一定都要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些方式是我们比较常见而且比较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风格。我们刚刚说形式跟风格是电影两组最重要的系统，那形式我们说可以把它当成人体的一个骨架，那风格可以当成人体的肤法，当成人体的外在的肤法，你直接看到直接感受到。那这些风格包含什么？场面调度、摄影、剪接，还有声音。那声音包含对话或音效或配乐。哦，换句话说，电影哦的声音的视觉跟听觉
全都包在这里头了。那我们先从最重要的场面调度说起。什么是场面调度？它是一个法国字眼 ，mise en scène。mise en scène 就是把它置放舞台。它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法国剧场的名词的，然后原意为舞台上的部位，意指导演对所有视觉元素的统整安排，并放到舞台上的动作。这个部分包括围绕舞台的前方或表演区延伸到观众席中等等。那后来这个舞台的专有名词就被电影评论家援引用在影评里面，哦，那就变成一个专业的字眼。到底什么叫场面调度？那目前场面调度的元素包含这些：场景、服装、语书画、灯光、演出、动作、表演、空间、画面比例和色调。场景，比如说刚刚我们看的 Rocker， 他为什么要决定在一个很空旷的空间，而且是黑夜？这就是为了凸显那间教室的光亮与温暖。所以你从场景的创造开始，就是一个场面调度了。以及警卫一开始是穿那种比较就是拘谨的制服，但是接下来那个阿桑带了前夫的 Rocker 的衣服，甚至帮他脸上涂上粉彩，让他戴上假发，那就是一个服装书画，就是为了要凸显一个反差，让这个角色情绪上的变化去营造反差。尽管那警卫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面，有点面无表情，可是最后一开始很惊的他也开始放开，开始弹吉他，开始扭动起来了。那隔天连带阿桑也打扮成这样，想要再跟他再继续来一起你弹我唱这样子，有没有？哦，那这些场景跟服装跟书画就是很冷的场景，外面黑夜，然后很单调的场景。可是，在那间小小的警卫亭里头，却是很温暖、很 colorful、很五彩缤纷的。这就是场面调度。我朋友他们是做电影美术剧组，他们就很 care， 就是他们有时候看人家的电影，去看别人的电影，就是说这部片做旧做得不好。什么叫做旧？就是你那些你可能为这部电影要缝制很多新的戏服，然后要那些新的戏服，你必须要让他觉得他是穿过，而不是有些电影会变成拍一部古装片，然后你会觉得这些人永远都在穿新衣的感觉。做旧，所谓的做旧，就是你有时候要让墙壁有一些这种斑驳的痕迹，你要看那个角色的家庭状况去做这些，那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地方。可是有时候画面一带到，就是一个细魔鬼藏在细节里，那这个细节就它能不能说服你，有时候就往往就在那里。啊，那没有自然光的时候，所以舒淇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有一次他餐桌上有一盘爆米花，李萍萍就摄影师跟他说不准吃，因为等一下那些爆米花的白会去营造，会去借用爆米花的白光去作为一个打光的依据。哦，那这个就是你到底你要求你的真实是在哪里，那个界限要在哪里。那另外演出动作和表演也会依随不一样的导演、不一样的要求、不一样的那个故事、不一样的脉络，有不一样的表现。今天在舞台上的表演，可能肢体语言非常的夸张，那个念白可能要非常非常的要比较有一个姿态。可是今天如果是演侯孝贤的电影，他可能要求你不要太夸张，就像你平常这样讲话就好。哦，那所以每个导演蔡明亮可能是要求你完全不说话。可是你要表现出你最哀伤的情绪，那些动作演出跟表演就跟往往是导演跟演员一起去培养出来的一个默契。哦，啊，那有时候会很失败，有时候很成功。哦，那另外还有画面比例，各位学员，如果你们家里电视啊，你是买宽萤幕的时候，拜托看电视，请记得调成4:3。因为我最受不了就是我们亲戚家，包含我家，我爸妈有用，我把它调成4:3之后，因为我们家后来买宽屏幕的电视，然后呢，因为电视现在的比例是4:3啊，所以你如果调标准比例，就左边黑，右边会有黑边，那像我妈就会觉得这样子看起来不舒服，所以她就宁可把画面调成16:9，那16:9就是所有人的脸都会拉，都会变胖，有没有？哦，然后像我妈和我阿妈，我每次去她家第一件事就调电视，然后看到我在调都不准调，因为她还要再把它调回来。
因为我完全无法接受那个画面是这样，四比三的画面已经调成16:9。可是我发现台湾大部分的家庭，就尤其是中老年的，对于这件事是觉得还好的，就他们宁可去接受错误的比例，然后反而觉得一个荧幕就是要塞满满。那这就其实就是台湾人的美学，对美感。其实就从这点，这就是最基本的小处着手，就是这其实是一种美感。你从小要对这种对的比例要去培养正确的美感啊。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家里平常也是像我妈或我阿妈这样子，坚持画面要塞满满，不能看到任何黑边，那请从这个小小的改变开始做起。哦，开始小小的改变开始做起，去忍受那个黑边，并欣赏那个黑边，因为正确的比例就是你欣赏美的第一。哦，因为其实每个导演，为什么我今天要一比一的比例，4:3的比例？现在有 Instagram 比例嘛，就1:1的比例，甚至现在还有圆形的比例，一个画面就是圆形。哦，那这些比例其实都可它的色调，这些也都是场面调度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刚刚简单讲的场面调度，那透过场面调度，我们又把它跟摄影还有剪接去做了一些结合哦。那剪接其实也就是蒙太奇，蒙太奇是法语，那蒙太奇它是一个外来语哦，然后它是电影创作最主要的叙事手段和表现手法。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因此享有时空上的极大自由。那我们不要去看这么绕口的一个文字介绍的话，我觉得剪接就是电影魔法的最关键。剪接就是电影魔法的关键。电影其实为什么吸引人？为什么比文字更吸引人？就是因为电影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去穿越时间和空间。而你电影要穿越时间和空间，最重要的 keyword 就是剪接。今天我要拍一部电影，我要拍一个人，他千里求爱，从台湾追到日本，才追到美国，再追到比如说法国，这样好了。那在台湾的戏拍完，我们坐飞机，然后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拍一个画面，是这个男生他在台北101高举嫁给我，下一个画面是在美国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下一个画面是巴黎铁塔，再接下来是东京铁塔，然后都嫁给我。那你这样一个画面，逗趣的画面，你就要透过剪接去达成。你要先去跟这些地方拍完，然后就用一连串播放的方式，而且可能你都可以都是高塔，然后你都在塔下，就这样举一张嫁给我的牌子，那你透过剪接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当然你如果今天没有剪接的时候，哦，可能你镜头比如说像你拿数位摄影机拍摄15分钟，啊，你跟着他走到校门口就花了5分钟了，啊，然后再走到捷运站再花7分钟这样子，啊，那这样你12分钟，你如果没有剪接，你就是拍了一堆用不到的画面。哦，那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个人的，我们今天要拍是一个18岁少年的故事，可是我们电影的一开始要用5分钟来交代他家是一个怪咖家庭，啊，那可能我们要用5分钟来拍他小时候哇哇坠地，然后妈妈就是用特殊的教育他，那可能就是要通常这种画面会怎么拍？这个男主角或者用别人的旁白，用 OS 来自我介绍或介绍这个角色。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童年症状，比如说一开始哇哇坠地的片段，一出生妈妈就不小心把他掉到地上，啊，所以他觉得他就变得有点瘦瘦的这样，啊，然后去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饰演天机怪客这样子，啊，那就会有透过剪接要拍小朋友的画面，比如说他可能就写5岁、6岁、7岁，啊，每年都发生一些怪事，就大家他是一个大家眼中的怪咖，然后就每个画面，比如说大家有了在唱歌的时候，他自己坐在旁边很自闭症，哦，那比如说大家去唱那个生日快乐的时候，他完全无动于衷，哦，那这些画面就是你要拍非常多的画面，然后把它串起来，那这些串起来的过程就是一个剪接，那你就可以用5分钟讲的这个少年前18年的人生，那故事
在这五分钟串了他十八岁的过往的极光片影之后，故事真正开始是他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的人生即将改变。那接下来就是，那所以电影透过剪接能够将十八年压缩在五分钟，甚至将好几千万年的时间也压缩在一秒钟。因为其实讲完形式跟风格之后，总结风格哦，有时候个人风格往往会演变成集体性的风格。比如说像台湾有新浪潮哦，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有新浪潮，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刚好串出来的导演们，他们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性的风格。比如说台湾新浪潮喜欢用非专业的演员，然后喜欢长镜头怎么样？那当然主要是侯孝贤，可是慢慢的他就成为一个风潮哦。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风格哦，有时候它就会去，有时候就会变成类型。什么叫做类型呢？比如说香港导演他们的风格哦，慢慢的就去告诉香港导演的，比如说他们的剪接都很利落，然后他们拍打斗的画面啊都非常好看，他们的武术指导非常强，洪家班啊、陈家班等等。那慢慢的香港就会发展出，哎，我们很会拍警匪片，我们很会拍功夫片。我们很会拍赌片，有没有？就香港，其实 很多类型片为什么形成了？往往都是从风格，然后慢慢的那些风格就集合起来，然后就成为这个电影工业很拿手的一项。那比如说日本很会拍纯爱片，那日本纯爱片喜欢拍什么？逆光，拍逆光的那个青春，这样有没有？哦，那些就从岩井俊二开始的，后来所有的日本年轻导演，甚至影响到台湾导演，只要拍青春爱情，就一定要逆光一下。啊，照理说拍逆光，你会说啊，画面都白蒙蒙一片，这样真的有美感吗？可是日本人就是当初创造了逆光，让你觉得青春就是应该要这样拍。那后来影响了整个亚洲，大家都觉得青春就是要逆光，要让它画面白白的这样子。哦，那也成为一种。由风格，然后甚至发展成为一个类型，类型就是一个巨大的。比如说它类型，比如说西部片里头一定要牛仔，那这个牛仔就是像第二点，有些类型公式和形式有关。西部片往往就是一个牛仔，他是一个孤独的浪人，然后他来到一个小镇，然后发现那里的警长无能，然后那个小镇人都被印第安人欺负，所以他就决定挺身帮助他们打退敌人。哦，那或者比如说西部片中他的风格各种技巧，他一定要有广角，然后去拍那个黄沙遍野的一个壮阔的画面，然后一定要有主角的人，好人跟坏人双枪对决。那这些元素可能跟形式有关，可能跟风格有关，那后来就演变成每次拍西部片一定要出现牛仔，一定要出现这些元素。那这些风格无论是形式或风格，当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同质性的时候，他们就会组合成为类型。那无论是公路电影，哦，那或者是西部片，那有些导演最后是作者。所谓的作者哦，指的也就是导演哦。那是因为这是从法国人开始的，法国他们认为导演才是电影艺术的主要创作者。哦，那这就成为一个作者论 （author theory）。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课程就大概就到这边。希望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头，有帮大家对所谓的你去看到一部电影要如何去分析它，从形式跟风格这两方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这样子。